今天是临时政府第十次黑客松，它其实是第十次，但是第11回，因为阿宅是从零开始算，所以我们已经举办了第十一次黑客松。这个黑客松的传统大概就2个月1次，那今天是最第一次的尝试，是一次就2天，跟台湾资料科学爱好者年会，哦，这个名字也好长。举办，那我们这次名字就配合，就叫资料科学黑客松。那大家好，今天的开场比较晚。那我是伊帕徐小薇，那我就是我是那个大松的一直以来的坑主。好，那我今天会大概解释一下黑客松，临时政府，然后解释一下黑客松怎么运作，因为今天蛮多人是第一次来哦。那好，就很多人看过这个图。那聚一就是一个开源模式、行动主义、公民精神的综合。那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开源、开干，然后希望呢很多东西成果就可以接力做下去，就开花。好，那目前为止，今天没有 IRC 的教学。如果我们平常 IRC 是聊天室，那平常我们大概有200多人都会挂在这个聊天室上24小时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IRC，你可以左边、右边问一下，你可以找一个看起来有点像宅男的，例如说短头发、黑眼镜的人，问他怎么上 IRC。那希望今天到明天为止，大家都学会上 IRC，因为我们会在黑客松的这2天哦，会很多资讯都会丢到 IRC，这样会很快的沟通协调。然后目前大概有将近应该是超过1000位contributor 贡献者，写文字、写共笔、写程式化、图设计。法律巴拉巴拉，1000人以上，然后目前大概比例上是有三成的运动者，然后 developer 目前慢慢下降中，所以你若认识开发者 programmer 的话，请大力邀请他们来，然后大概有30的城市设计师，然后城市规划，然后各种设计师，那目前大概已经是一个比较已经从资讯背景走向非资讯背景。那所以这一切的动力，我们就是用黑客松来维持这整个社群的运作。所以黑客松是什么呢？黑客松目前有一大堆不同的松，现在是双月嘛，目前是双月大松、单月小松，单月会有30人的萌点松，然后中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松，就是有教学，有各种前端教学，还有视觉化教学，然后还有各个不同专案的小松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话，请多关注 GNV Facebook 的后勤中心哦。那所以黑客松一堆黑客松，然后目前有跟 NGO 和政党政就是有在想要参政的朋友们，然后还有跟政府都有一些蛮密切的对话哦。那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以那个披萨为动能啊。那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是，我们今天是跟大会一起吃饭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披萨，也没有炸鸡，sorry。那我们中午吃便当，sorry。好，那个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请大家都去贴一下技能贴纸。那请如果刚没有贴的话，请到前面再去贴一下。我们有准备很多贴纸，那但是 JavaScript 和设计已经没有贴纸了，表示有吗？好，然后如果你是新闻或是任何，还有现在还有各种议题，好，请到外面去贴贴纸，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认识你。然后请把Batch 拿出来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请每一位参与者自我介绍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很快讲一下提案的秘诀，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进行每一组3分钟，只有3分钟的提案。哎，我们的计时小帮手，OK，好，我们3分钟的提案。所以我讲一下提案秘诀，因为你只有3分钟，你要很快速的把重点讲清楚。一个就是要意志坚定，就是你要做这个，没有人做，你可能还是会做。好，诉求清楚，你要解决什么？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它？那通常很多人会到居民的后勤中心说，你们可不可以做什么？那或者是说，哎，有没有人要做什么？那通常我们的回答是，哎，没有人要帮我接，有没有人要做什么？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，对，因为什么？没有人是万能，就是你最好你先做出那第一步的一个初步成果，然后你再去推别人去帮你完成你希望他做的事情。
所以最好说我要做什么，有没有人可以一起来做，或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可以这样，那要不要来做做看？就你最好先提出一个初步的 plan， 一个计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的工作区，就是那个虚拟的工作平台工作笔记区，在 hack.glimi.tw， 我们叫做自黑区啦，自由黑客工作区，是自由黑客工作区，自由黑客工作示范区。哦，那个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在黑客松初心者的地方有个与会守则，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今天还有明天，在这个场合不要有任何性别或是年龄或是任何的歧视，那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这个环境哦。好，那今天的流程就是，今天流程跟以往不太一样哦，这是平常的流程，一天的流程。今天流程是第一天，好，我们今天开始现实一点，好，等一下就每一组报告，然后报告完，比如三分钟嘛，报告完我们会轮流每一个人简介。那简介的时候，就是我就讲说我的名字，你如果不想要讲你的本名，你也可以讲你的 ID， 你的昵称，就是任何一个花名也可以。然后每个人就讲三个关键字，好，那如果你有超过三个关键字想要分享的，请去报短讲。我们有两天，那有三，今天和明天各三个短讲的时间，短讲八分钟，也到那个 hack.glimi.tw 去报短讲的那个题目和时间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就是名字，然后你的背景，然后三个关键字。没有啊，就名字三个关键字了。好，然后就是中间就是分组打怪，就 hack 工作。然后第二天的话，第二天，所以明天你们就是自由来，如果没有报告就报的朋友，今天没有报告的朋友应该都还没有在这里。好，那明天到五点的时候会有成果报告，那我们一般都是自己报告，那这一次呢是跟大会一起，所以会到 R0 去大厅做，就是变成是大会的闪电秀五分钟，闪电秀五分钟，所以大家加油。那除这个，这是工作嘛，哈，这是 hack。那所以刚讲那个三分钟短讲，不，八分钟短讲，第一天是在今天下午3:30，然后第二天是明天下午2点，所以请到这边去报名八分钟。那如果我知道有人有很不错的短讲，且今天有六个鬼哦，六个 session， 所以可以考虑一次报两个时段，如果没有人抢的话。好，那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哦，就是自介，然后，因为跟以往不太一样，那等一下我们整个提案完、自介完就各自媒合，所以等一下那边会有那个牌子，所以你如果成组的话，你们就去拿一个牌子写你的专案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去握起来。那后面那一整排10张桌子都是我们的，上面有插头，那个线路组都布好线有插头，所以可以去那边用。然后两个场次的短讲，最后是闪电秀。好，那大家看一下炸鸡吧，因为今天没有炸鸡，我们忘机值2。好，然后最后稍微广告一下，11月8号，我们现在如火如荼在准备年会哦。那11月8号是 conference， 那补充一下最新的资讯，第二天星期天会在资讯所办 unconference， 大概是200人的规模，然后有5鬼，所以如果你 conference 没有要报名的话，你也可以考虑在 unconference 来提讲题哦。unconference 等一下会说。好，所以11月是2天的活动，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嘛，那这个年会就是目前已经确定它有6国的，包括海盗党的那个讲者会来。所以大家可以现在把这个时间先留下来。那好，明天就是投稿 Coffee Talks， 明天截止。所以如果想要提案的话，投稿的话，请这两天赶快准备。OK，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黑客松，还有最近林政府的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 Happy Hacky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开始进入那个提案。大家看一下那个 hack.glimi.tw。
好，第一个好像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以开始计时。